但是因为我老公工作太忙了，所以他很少出去吃东西的。边个嚟噶？对，你做咩话我唔得闲？喂，啊，什么就这么决定了？喂喂，我都预咗噶啦，叫你唔好出声啦嘛，我争少少就可以成功拒绝佢噶啦。拒绝边个啫？我有个初中同学叫林先先，佢打俾我咧，话佢要同佢老公嚟广州玩，要我哋招呼佢哋。老同学聚会几好啊？你唔知噶啦，呢个林先先啊，由细到大乜嘢中意同我争吓，我参加咩活动佢都要参加噶，一定要争赢我。初中嗰时啊，啲人啊叫我哋孖生校花嘅。孖生校花啊，我老婆咁靓，唔计校花啦。我哋两个好多年都冇联络噶啦。佢上个月咧就加咗我微信，我而家明白噶啦，原来佢系为咗嚟广州做准备嘅。冇咁小气啦，人系真系会变嘅。嗱咁啦，老婆，你喺呢边咧本身朋友就少噶啦，咁啊呢种咧超过成十几廿年嘅朋友更加少。你老公我咧陪你好好地招呼你嘅老同学好唔好？你应承咧？你顶得顺治好吓？冇问题 ，OK。系啦，好硬嘅，差唔多啦。系啊，咁你唔去嗰啲大学嘅飞机？冇计啊，王菲。谢谢，菲菲，好久不见了。说起来都有二十年了吧？是二十五年了，你个瓜娃子！我以为你来广州那么久都不会说四川话了，没想到还说的瓜好的嘛！欢迎欢迎，好嘞，欢迎！我们都是嘎皮浪啊，没事的，你们可以说白话啊。我跟我老公啊，都是识听识讲。哦，咁啊好犀利啦！诶，咁啊方便啦，诶，我介绍下我自己先。我叫康奇耀，系啊，菲菲嘅老公。哦，你就是阿耀，哎，幸亏幸亏幸亏！我经常听菲菲提起你，她说你工作可忙了，这么忙还专门来接待我们，实在太不好意思了。哎，你放心，有老婆的朋友自远方来，一定要热情接待嘅。耀哥实在太客气了，希望我们不会给你们添什么麻烦的，是吗？不会不会。对了，老公拿出来。拿出来。菲菲，你猜我给你带了些什么？麻辣兔头、灯影牛肉，全都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。哇！不过不知道你来广州这么久，口味变了没？呢啲细细个嘅味道咧，一世都唔会变嘅。你真系好有心啊！唔该晒你啊！嗱，呢度我哋西关大屋啦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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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系坐坐坐坐坐，系啦。你们这屋子还挺大的嘛，咁啊梗系啦，西关大屋嚟噶嘛。不过这装修就稍微有点过时了。来喝水喝水，谢谢谢谢。菲菲，你家来广州这么久，怎么不自己买套房子，还跟他家里人挤一块儿啊？我嫁到上海吧，虽然我们家也不是特别有钱，但再起码也弄了一间两房一厅嘛。哦，其实我觉得一家人住埋一齐咧，好热闹噶。知我哋有宿舍噶嘛，只不过中意一家人住埋一齐啫。啊，系啦，你哋呢次咧嚟咧住几耐啊？谂住？我们不会待太久，就一个星期。哎，对了，今晚我们住哪儿啊？哎，我哋已经安排好晒噶啦，因为我哋咧系开旅馆嘅，预留咗楼上咧有一间咧好靓嘅套房，打翻个五折俾你。五折啊？那怎么行？肯定会影响你们做生意的。那不行，那不行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看你们这客厅就挺大的，要不今晚我们就睡沙发吧。啊？现在不是流行什么沙发客吗？老公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你高兴就行了，老婆，没问题的。唔系啊，先先啊，你哋咁远嚟到咧，瞓客厅唔好，真系唔好噶。梗系唔好啦，没关系的。来到广州，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西关大屋嘛，是吧？是的，是的，老婆。边话仲未出嚟啊？未啊，未啊，哇！哎呀，哇，啊，你两个喺度做咩啊？我啊。喺度騰咗成半粒鐘噶啦，嗰個廁所啊都仲係俾人壓住。我咪又喺度等等坑。唔係啊嘛，我都要去喎，點算啊？哎呀，
哇，冇事啦，大佬，越住越急尿噶。哎呀，早知道咧就整多两个坑咧，阴公啊，膀胱胀晒啦而家。系喎，喂，哎呀，开几间客房咪有坑咯，你系喎，哎呀，上嚟瞓啲瞓啲。死蠢！哎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唔紧要，唔紧要，唔关你事嘅，系我真系唔系好习惯咧，有个人瞓喺个厅度。那不好意思。菲菲，你这么早就起来了？啊，去洗手间嘛。啊，你用完洗手间啦。啊，哎，老公，你刚才不说很急吗？急的话赶紧去啊，他们家就只有一个厕所。哦，你咁你去先啦。菲菲，今天打算带我们去哪玩啊？哦，我谂住今日咧就带你去陈家祠啊、越秀公园啊，睇下我哋嗰五只羊嘅石。哎，那些小公园有什么好去的？不如这样吧，带我去卖衣服的地方。买衫啊，你想？咁我哋去逛天河啊。你像天河那种全是大名牌的地方，没什么好去的，上海一大把啦。这样，我查过了，我们就去那个白马市场。白马？哦。白马咧系我哋广州咧非常之出名嘅服装批发市场嚟嘅。就是不知道这便宜有没有好货。啊？惊冇靓嘢，你又买咁多？哎呀，买回家慢慢选嘛，反正不喜欢就扔了呗。老公，你说是吧？是啊，反正也便宜嘛。还是老公你对我最好。哎呀，你们不觉得累吗？要不我们打台车吧？啊，来，走。没事儿，这么久都没车，那司机都跑去干嘛了？哎呀，我脚酸死了，老公。好了，老婆你辛苦了。哎呀，这是要累死人的节奏吗？可惜你们又没车。哎，要不明天我们租台车吧？啊？这样子你们拿东西也不用那么累嘛。老公，你说是吧？老婆，你实在太机智了。那当然。听日租台车咯。耀哥，你可真好。要不我们去那边看看有没有车吧？走吧，老公。好好。咁点啫？你哋边个用我条毛巾啊？做咩呀你？条毛巾有？有咩啊？那个毛巾是你的呀？吓？系你用过啊？我看它那么旧，我还以为没什么用呢，我就用来擦了一下。擦哪里啊你？擦一下脚。哎呀，老婆，如果你的老公呢块面咧生香港脚咧，就唔该你咧马上去报料啊！老公啊，我谂你应该唔会咁好彩嘅，就一条毛巾而已嘛，大不了买条新嘅还给你呗。哎，唔使啦，多谢夹成位添啊！老公啊，攞鲍鱼刷擦下块面啊嘛。阿仙女啊，话时话咧，你听日谂住去边度玩咧？我们想去那个白云山。哎，好啊，白云山好啊！啊，你一于咧就叫我哋阿三叔咧带你去嗰个水库边玩，嗰度咧可以钓鱼啦，啊又可以烧烤啦，几好噶。真的挺好玩的。不过又要钓鱼又要烧烤的，起码得一天吧。要啊要啊。菲菲啊，会不会耽误你工作呀？唔会，佢休息噶。听日礼拜一，不过我可以请假。嗱，系咪咧我？我巡房啊，二嫂，吃饭了。开饭开饭。来，啊，帮手装饭啦，食饭。来，三叔，喂，啊，喂，咩话？你翻嚟食啊？啊？喂，你唔系爬紧白云山嘅咩？喂，
哦，好，哦，系咁。咩事啫？佢嗰个同学话喺出边食唔惯啲嘢，要翻嚟食。大嫂辛苦你炒多两个餸，大伯嗱嗱声落多两包米落个电饭煲度啦。二嫂，这菜都炒完了，俺再出去买点吧。啊？哎呀。成三点钟噶咯，都仲未翻嘅。喂，唔好理咁多啦，好唔好啊？我哋弟弟嗱嗱食晒佢，然之后咧就留翻啲饭啊、餸啊咁放喺度，佢哋翻嚟咧自己热翻咁得唔得啊？呢句话啱听啊！咁啊，嗱嗱先装饭。诶，食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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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咱们吃快点，吃快点。大佬，喂，翻嚟啦。系。我说你们这广东交通也太差了吧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堵了整整两个小时，哎，我真是要晕死了。啊，思思啊，你说你想去厕所的还不去？啊，对对对，哎呀，去厕所。我也去一下了啊。哎呀，哎呦，有没有塞得这么交关啊？哎呀，当然有啦，这条友啊，小姐脾气不知几犀利啊。上山上得半，话攰，话唔去嗰个水库啦，唉，冇所谓啦。点知又话唔喺出边食，话出边啲嘢邋遢，系都要翻屋企食。啱住佢系客咁啊，算啦，咪翻屋企啦。点知一落山就一上车啊，塞车啦。翻嚟啦，佢好离谱噶吓，塞车嗰时啊，街边有卖番薯嘅，系都要落车买，话咩童年回忆。关键就系佢买一只嘅啫，吓，佢自己食。咁我同我老婆，去完厕所感觉好多啦。明天我们又去哪儿啊？哎，你不哎，嗱，我老公咧自会有安排，问佢啦吓。其实黄埔古董，你唔使讲嘢，得，我有好多安排嘅。不过咧，我尊重我老婆，问下佢先吓。哎，做乜你今日入嚟啊？吓，哇！老婆你仲好讲嘅，你冇义气啊，撇低我一个喺嗰度。系你话要好好地招呼人哋噶嘛？哇，真系嗰条友真系好恶顶啊！老婆啊，嗯，不如咁咯，叫佢哋咧缩短行程咯。缩短？点缩短啊？咁佢话俾佢听，嗱呢几日咧广州嗰啲周边全部玩晒啦，吓冇嘢玩噶啦，不如叫佢后日，唔系啦，听日就执包袱。翻去啦！当初咧系你性情邀请人哋过嚟我屋企咧就作客嘅，系咪？而家赶客你又要我去赶啊？我真系做唔出噶喎，吓！老婆，你谂下，你以后咁咪唔使做地陪咯，嗬？啊，好主意喎！你去办啊！我当然啦，请神入屋嗰个系你，而家送神出屋应该都系你去办啦，黑面。你做好啊！嗱，老婆，我嚟扮嘢，不过咧，我点扮嘅话咧，你千祈要配合我，唔好俾我吓亲你。容易啦，只要你可以不露痕迹咁样将佢哋赶走，做乜都得。吓唔到。菲菲，怎么样？想好了没有？今天带我们去哪玩啊？阿菲唔使谂，我帮你谂埋。一月南沙湿地公园好玩。南咩沙湿咩地啫？咁鬼远，一只二只雀仔脚唔行得噶嘛？哎，你整只鸡俾你啊，补下只脚骨力先。先生，你唔好同佢争，刺激咗佢咧，佢会发病噶啦。阿玉啊，嗯。唔好咁啦，你大佬讲错嘢得唔得啊？系咯，三叔啊，查实呢啲仲有好多只鸡髀啊，唔使急，慢慢食吓。三叔，要碗能给你盛碗粥呗？诶，唔使啦，食饱饱即刻走。两位，今日咧带你哋去广州客玩跳楼。啊？记。诶，老公，抹抹下个嘴先。啊，头先嗰啲嘢，我睇到就中。啊，老婆。走了那么久，脚好酸哦。老婆，要不我们打车呗？嘿。
请问几位需要啲咩啊？牛排三成熟。哦，好嘅。我要海鮮焗飯。哦，好嘅。呢幾位咧？你们这儿的特色是什么？啊，我哋呢度有。我看看。两份特色套餐就好。啊，好嘅，请稍等。请慢用。唔该。食啦。食啦，食啦。真没想到，大老远来广州还得吃套餐。哦，一系咁啊，听日同你饮茶啦。哎，这个好，来了两天还没有去过呢。咁系你自己话噶嘛，唔中意喺出边食嘢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一般吃东西呢，只去五星级餐厅，起码安全卫生有保障啊。哎，对了对了，我想起了，我在上海的时候就特别想吃你们那个蛋挞。听说那个白天鹅宾馆这早茶不错，明天我们就去那儿吧。对啊对啊，老婆，听说那边的自助餐呐、全都是进口海鲜呐、算了算了，哎呦这个样子，明天还是在家休息吧。刚好我跟我老公也想二人世界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，老婆。哦，咁好啦，好啦。No。老婆，两位客人咁远嚟到，点可以俾佢哋自己走咗去？吓，好容易荡失路噶嘛！我哋一定要好人要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啊，这真的不用啦，我们自己去就好了。老婆，你同我咁讲，即系佢想点啫？老公啊，你话点就点。OK， 听日。我继续租台车送你哋上路。吓，新马送你哋去玩啊，开心啲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出去玩啊！再找找看有没有落到什么东西。应该没有了吧？走吧，走吧。好。哎，星星，做咩？你谂住走啦？啊。对呀，麻烦你这么多天，我们也挺不好意思的。这样，你下次来上海，我们一定好好招待你。哎呀，唔使咁客气啦，老同学嚟噶啦嘛。啊，你哋要走系咪啊？咁我送你哋出去帮你哋开门啦。走啦。对了对了，菲菲啊，你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，记得要跟我说。困难？我会有咩困难啊？有心啦吓，你自己保重啊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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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做乜鬼啫你？喂，老婆，佢两个咧？哎呀，好彩我头先起咗身咧，撞见佢哋两个，想静鸡鸡咁鼠走啊！吓？哦，咁即系冇人牙厕所啦。嗱，咁我而家去，十分钟先轮到你哋吓。去啦去啦。哎呀，老公啊，牺牲咗你嘅形象吓，今次。哎呀，咩牺牲我形象？最衰都系我添啦，惹咗你过嚟，咁啊，梗系要啊补翻镬噶啦。不过话说话，老婆，嗰个真系你同学嚟嘅，只有你系最了解佢，我真系多嘴。嗯。唉。哇，睇咩唔开心啊？有个初中同学，男同学啊。发啲比较肉麻嘅短信俾我咯。咩话？唉，佢而家咧喺度同我回忆佢嘅青春，系嘛？话佢嗰时咧就暗恋我，几中意我。哦。佢而家咧仲系单身咁样，希望我可以离婚同佢一齐。你话佢系咪呢度有问题啦？绝对系啦，人哋话宁教人打仔，莫教人分妻，讲埋晒啲咁嘅嘢，你啲同学几幼稚喎，真系。哇！佢仲话要过嚟探我啊！吓，喂，千祈唔好啊！上一次你嗰个同学啊，搞到我鸡毛鸭血噶啦，你唔好惹佢过嚟添啊！当然啦，依家到啦，嗱嗱声啦，迟到啦！别碰他！做咩啊？喂，做咩啊？你做咩掹我老婆啊？你能给他幸福吗？吓，我要不要幸福？熊瑞，你是熊瑞是吧？对。你跑来这里干嘛呀？啊！嗱嗱嗱，我报警噶，我报警。喂，等阵阿嫂。做咩啊？老婆，乜你识佢嘅咩？
佢系我初中同学嚟噶，即系发肉酸短信嗰、那个。吓佢啊，菲菲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啦。我都听说了，你老公有那个人格分裂症，啊、而且还会家暴呢。哎呀，你搞乜嘢呀你啊？你说什么呀？什么人格分裂家暴呀？系咯，我老公对我很好的呀。菲菲啊，你如果再这样的话，你会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。你还是跟我走吧。啊、我怎么听不懂你说什么呀？谁跟你说我老公有人格分裂，还家暴我呀？啊？先说了，你老公一有压力就会情绪反常，还有攻击行为呢。啊？简直就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疯子。林先生在群里发的消息说的是吗？嗯。好你个老先生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